宣传一下的比亚迪高端品牌腾势 N7，问问美女认识吗？美女，你认不认识我这个车？我认识啊，这不腾势吗？全世界最先进的，你信不？我信啊，这比亚迪最高端的车吗？妈，这你都知道啊？那这出名儿。这家伙他啥都知道，我下文咋说呀？显示不出我有智慧呀。这个车给你看，你要不要？我要。行，给你。老板给一个吧。有没有对象啊？那可以有，可以没有。那行，那就给你。真给你。身材真好啊。大长腿啊。身材真好。这家比这个大风车叶片都长。开尾灯好不好？我有61米大腿。差不多。本来宣传车的，这让美女给误导了。这啥都知道，这一天。长得漂亮，身材好，知识还丰富，这大脑储存量老大了吧？这么大头！哎，你看这棵树也挺好看哈，你没细看到吗？看到没这棵树？说了。哎，买这外边，细嫩细嫩的。